们在哪里？啊，这是哪里？台山。对，台山。在这个柴山的一个秘境海滩，然后我们没有从那个秘境海滩那个路走下去，因为那边停车停的太多了，假日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从了另外一个有一个庙这边哦，然后走下来到一个海洋天堂。对，这边算是一个柴山渔港吧，不过我们下不去了，因为有哎，那边有些路好像，那边是应该是有路可以下去。我们呢找到一条路了，可以通往海边的。耶、yeah, ，Let's go。哎，我们找到了路了。我们找到一条正常的路。刚刚不正常。现在这个比较正常，这也比较好走一点啊，没有那么陡啊。不过想到我等一下要走上来的话，就会有点累。小弟弟。哇哦，哇，里面好凉哦。一望无际的路啊，那么回程的 ，Let's go。Another secret beach. Oh my god, 这个楼梯真的相当的累。有机会的话呢，还是要来走看看，有益身体健康。OK, 回家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要来这个柴山小港口的话，记得看到这个标注，要往这里走。那这里走下去的话呢，就会到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准备要回家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。拜。